岁的歌手朱丽静从参加歌唱选秀节目《超级偶像》出道，进入演艺圈发展。她凭借迷人歌声圈粉无数。不过她去年七月却因为乳癌过世，令她大批歌迷都感到非常心疼。和她感情非常好的闺蜜露露，对于好友的离开更是感到非常心疼不舍。朱丽静过世至今将近一年的时间，露露近日在社群平台分享一张九年前和朱丽静相约聚会时两人一起拍摄的旧照，发文写下九年前的今天，我们好可爱。从她分享的照片中可以看见，两人都穿着色彩鲜艳的衣服，拍照时两人脸贴脸，对镜头露出浅浅微笑。照片一出，立刻勾起大批网友对朱丽静满满的思念。另外，还有不少人觉得长得好像的两人都好可爱啊。